哎，才跑了2万多米，今天有点早。啊，我说这儿给。There was once a day that I would pray for you. I'd go and misbehave just so you'd notice too. Sneaking looks up and down from across the room. And damn, what a hell of a view. I feel good, you look great. I like you, I can't wait. A first time, a first date. You're so fine, I'm so late. You sip wine, I drink straight. Don't waste time, to my place. I feel my heart erase. So catch me if I我说莫去打个牌，我要教你几招，学不会吃番茄炒蛋。哎呀，莫去打牌，找个肺活量大的师兄，胭脂龙门当火。全集高级位虎皮公路正片，头盔扛好，机位放低，三个路难闪。利用引导线、引导视线摔，要得。哎，好多钞票三张哎，可以的嘛。打破路人视角，高级位拍摄。成都新进的三个会网红打卡地，我今天教你几招，学不会在那儿黑别子吃蒸蒸糕。把人轰到花里头拍，低角度仰拍。把花拿起来当个道具，这样子放到这个嘴巴这儿。太普通了，来教你两招。第一遍说不会吃大蒜咸鱼，把手机倒转开双手，坐下来，注意腿要前后放，顺手捏下帽子，甩甩，找个墙壁靠到，对过去，最后来个帅气一跳，收工，要得。70的呆板，80的尴尬，90永远的剪刀手。来，教你几招，跟这不一样的，学不会是马眼上树。人旁三分之一柱，侧身靠着，对过线路图。坐下来，贴近火车轮，突出拍摄场景特色。用超广，用畸变，让画面更加霸气，有张力，左看右看都行。要得。今天教你咋个样子把不露脸的照片拍帅了，学不会小炒肉。高视角拍摄，抬起双手，低头不露脸，手拿帽檐不露脸，压低帽檐走路不露脸，抬手当镜头不露脸。坐下低头不露脸，透过玻璃挡到脑壳不露脸，要得。来成都旅游比去泰国打卡更高级的地方，来好我带你拍，学不会是花心姐的命。还这样拍，失败失败失败。走远点儿，有点居住背景，随意走过抓拍，告别游客照。这么好看的油桶必须拍一张，机位放低，人像模式，照到后头的拱门。和复古的拱门来张合影，这个样子拍老气又开心。来点前景，这张就不一般。很是利用消失相拍一张，要得。今天是个动作，一把椅子，教会你坐下来拍照咋个好看。坐下来拍照，屁股不要坐满，先腿粗，先腿短。坐三分之一，腿一长一短的摆，手一搭，头一侧，好看。把脚拉到板凳上，端端正正，像在开会，要不得。侧坐，腿前后摆，回头一看，好看。机位升高，人往后靠，抬个头，竖眼儿。学会没有？没学会。我没回过，要得。全全中起，哎，你的朋友圈单调又乏味，学会用景别，马上有逼格。远景拍摄，以景带人，人小景大，突出环境。
全景拍摄、人物拍摄、交代人物和环境的关系；中景拍摄，人物膝盖以上，突出人物肢体动作；近景拍摄，腰到头的区间，刻画人物情绪；特写拍摄，胸到头的区间，强调细节。要得。嘿，好看的嘛，来拍一张，耶！要不得，要你两张。该别遇到好看的小车车，咋个拍？靠到车子，低角度仰拍，又高又帅。拉近点儿，车过来，飘个镜头。蓝色汽车当前景，橘红色当背景，对比色拍一张。横式走起来抓拍。不会吃毛血旺？要得。来成都旅游，坐八八茶铺，还得三花站还得拍。我教你，学不会，整个金匠就是。茶馆坐起，盖碗泡起，低几位仰拍，吃茶都要吃出一代宗师的感觉。路边的茶楼，人影错落。三花泡起了哈，来这个尾巴。门前摇扇，静默拍桌。潇洒的端起来抿一口，动作要帅。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，成都喝茶不要讲小姐，来咱们说说。且看他口若悬河，衣上有风尘，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。要得，你男朋友拍照做忘了，稍息，叉腰，要不得。来，浩哥今天教你几招。看起拍照咋个好看的招式？拍站姿的时候，两个脚重要打得溜直，左边的重心、右边的重心可以来回的一个转换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手是咋样子摆呢？手的话，我们可以双手扯包包，单手扯包包，扯衣服包包都可以啊。然后你的胸不能用你的膀子，不好看，我们要放松，肩膀要沉下来，然后拥抱墙上面，然后我们的头往右边转，还得稍微高一点。要得。